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哥，欢迎回来到我们的传说对决。海牙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玩啦、啊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今天就是来实测一下海牙如果出全攻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那既然我们的游戏里面对面的这个阵容是偏软，是不是？对方软软的啊，那这样子就是我的局啦，我告诉你。如果下雨怪吧，因为我们家的兰朵会跑去吃中兵线，所以说呢，他吃完红 buff 会四等，那我们就速度。我干，鼻子好痒，好想挖鼻屎哦。哦耶！带瞬移就是 OP。虽然说带那个觉醒啊，还是清醒，也还不错。但是呢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瞬移啊，就是多一段位移嘛，对不对？拿来逃跑或是开大的时候进攻，这个都是非常好用的。哎呦！你没有看到我那个伤害吗？丢一丢，他人都没啦，那个爱丽丝直接不见了。啊，爱丽丝，让你丝，再见。哦，跟鬼一样啊！操！炸哦！哎呦！对方一格是不是要开大了？好恐怖哦，对面！我防御塔下面还有一个补包。看，没有吃到兵线，滚！小心草丛，他们点包。吼，跟鬼一样哎！咋小啦？好恶心哦！哦，对方射手被我打到跑去上路了，是不是？哇，他应该很想哭哦。Hello, motherfucker！ 哦哟，超痛的，丢一个不要的，太扯了吧！哎，你是三小，要挑战我好不好？啊，不要挑战我好不好？OK， 看一下我们现在经济已经7300了，对方最高3900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制裁，好不好？这个压制他们。谁遇到我都得死。哦，我这个一套下去一技能太痛了。对面要哭了，对面要哭了。哦耶！哦耶！哦，这个真的是被我丢到，都直接头破血流了。哦呦，哦呦。我觉得我现在需要个红 buff， 或是拿他们的蓝 buff， 好像也不错。啊，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们来拿他们的蓝 buff。会有人吗？我靠！我怎么不见了？我被谁杀死了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对方是个伤害。我靠！飞烈加伊格，他们都有轰到我，是不是？天哪！哎，我觉得我这个大招这样撞过去，应该是要拿三杀才对的啊，居然没有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最滑溜的海牙，我来啦！小
哦，诚心是真的贵呢，还要再1000多块哦，天哪！哎，这上路这个不要有超级士兵好不好？这个兵让他进来留给我嘛，我诚心还要很久呢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诚心出来不得了，超级痛。OK。哎，你是咧 ？Hello here。哎呦，受不了！有没有？开始变，啪了！啊！不要！一个不要救他！不要！痛，受不了！那我们现在经济已经10000了，对方最高7000。我们还是领先了大概3000左右。我们还是打稳一点吧，稳一点比较好。哦，好，想抓我下辈子。哦，真爽。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这个诚心出来之后，妈吓死人，超级痛。对方都要怀疑人生啦。好，我们再预购一个。再来预购一个死神镰刀啊。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力量。哎呦喂，这个痛啊！来，回血！是不是？啊，就没有关系，爽就好，好不好？这个套路送给各位啊，不一定要出半台，我们全输出啊！你有没有看到一哒哒哒哒哒，超恶心，而且这是 S 排场哦 ，S 排场哦。超级恶心，是不是？真好拿，好拿满。我最近真的是发现了好多神秘的套路哦。哇，真的是太好玩了。哼，哦，又一个19杀，而且我还全队扛伤最高啊！天哪，我这把打了多少伤害？45%的输出，天，是真的有点狂啊！你后面要把电刀换成这个飓风双刀也是可行的。OK 吗？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呢也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。我是卢哥，如果喜欢的影片呢就喜欢，如果不喜欢呢就不喜欢。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啦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Jack it up.